嚟噶？頭先有啲觀眾就話佢哋係內地嚟嘅，咁廣東話聽得好辛苦，希望你講多少少普通話。啊！係特登好遠過嚟，想聽到啲普通話。唔係，我啲普通話真係唔係個個人都識得聽嘅。其實我講普通話是沒問題，但是我講的普通話你要聽得懂，你一定要懂一點點廣東話。我是帶很重的廣東話的口音。啊，不如這樣，我們今天呢，其實除了講這個創作的話題之外，其實我後面還有一個問答的環節。其實問答的環節的時候，我們多講一點普通話，好嗎？然後大家問那個，我先講這個創作的話題的時候，我還是講廣東話比較舒服一點的。